大家好，我是欣欣，今天就来玩跑酷。今天我来说个事，请大家拉黑林婉拽姐，我发图片大家看一下。他把我拉黑了，伤心。希望大家不要拉黑我了。你们不知道我有时候会失忆，想不起一些事一段时间。希望大家能做一生的闺蜜，不要像艾特林婉拽姐和一川子爱七七酱。视频有点长，请大家认真看完。什么东西比细菌小？说一下，跑酷是我下载的，不是我做的。天使是我姐姐先不更。躲猫猫先不出。先说一下，我在努力，如果不喜欢可以说，我能改，我换了账号会告诉对方。老龟不要忘记。视频有点长，剪了一下。好了，灰灰别忘了拉黑@林婉拽姐，可以私信聊，如果不想拉黑。